红色小客车车头全毁，引擎盖、挡风玻璃早已脱离车身，车顶被撞得扭曲变形，车内座位还可以看到血迹斑斑，其中坐在副驾驶座的乘客头整个被切断，当场死亡。小客车撞到的就是这辆砂石车，方向灯已经碎裂，右后轮的挡泥板也被撞到脱落，地上的红色金属就是当时卡在砂石车下的小客车遗留下来的。驾驶自身说，他回转的时候，他有先注意车，他觉得还离很远，可是他回转过来之后，这台车车速很快，直接撞到他的右后轮。意外就发生在十二号晚间，一辆砂石车从台中载货到云林土库，砂石车驾驶贪图一时方便，在145线土库公墓前违规回转，挡住道路，后方疾驶而来的轿车刹车不及，直接挤进砂石车底盘，车子压扁扭曲。他正驾驶是，在现场已经没有生命征象了。那后座的这一个呢，他是有受伤啊，只是他还可以脚踝前倾。那副驾驶这一个就是已经躯干分离，明显死亡。警方表示，小轿车上三人是公司同事，利用休假到北港玩，回程时遭遇车祸。事后，原警对死亡的小轿车驾驶抽血检查，发现酒测值为0.69，已经超标，但这是否为意外原因，仍有待调查。记者云林报道。